啊，这也是苦力怕小妈妈。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所以我要煮点东西来吃。我来煮这个微差炸酱面，微差炸酱面，看起来非常好吃。我现在肚子超痛的。美味，我们先等它软，它现在还是有点硬硬的。那我先拿碗，哎，没有碗啦，怎么办呢？让我来找，只能用玻璃碗。滚了！为什么会有泡泡啊？为什么？这是不是？我闻闻看。等我，应该是煮菜。现在已经煮好这个面了，那个泡泡没有什么问题。我闻过了，但不是戴着口罩闻。那我现在要把它夹到另一个碗里面去。我超怕烫。我们要用修烫烫。玻璃碗、陶瓷碗，来装这个该死的微差炸酱面。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现在讲话有点小声。哒哒哒！我没有骂人话，我说刚刚。啊，好烫好烫好烫，很恐怖。那大家就会起泡。我摸摸，我要拿高一点才对。这已经是世界第一最笨的人了。然后现在弄好了，然后我不想煮它，所以我就直接。这个加了皮，那现在就要来加这个该死的炸酱。打不开，好，我不希望剪刀弄脏，剪一小个角，然后去拿筷子。然后加下去，嘣嘣嘣，好了，我现在要拿筷子了。把它拌一拌，但好久没吃了呢。我超爱吃的，不吃。哦哟，你不要吵啊！你吓到我了。吵到你吗？没关系。搅一搅，这样。完成了。
可是它的颜色有点。是这样的，那我要吃我的晚餐了。那我们下次见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请按个喜欢。如果想看更多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，还要订阅我的主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吃东西，不要看。